上集就提到，每年六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是国际带狗上班日，以为香港就不能够普天同庆，原来总有超少数的例外的。这里是位于葵涌一间物流公司的子公司，时间是上午八点半。每次这对人狗妈咪上班，都会被其他同事走回，免得打搅到同栋大厦上班的人。上楼开工前，狗职员 Charlie 例行会先解决这些大小事务。公司就位处七楼的 Charlie 表示喜欢走上去舒展筋骨。带他上班原来这么少东西就够了。办公室陆续坐满了，有同事已经急不及待过来打个招呼，是开心了的，即你会装下他，咦，跟着突然走过就嗨，但他又不睬你这样。这么开心，小休时间就有请 Charlie 献技为大家减减压啦。我带了他上班的日子比没有他，即是他不在 office 的日子，时间是快了很多的，可能因为他人轻松了，感觉良好了。对这只狗职员来说，原来都是一个学习过程来的。新的环境，新的同事，甚至乎这里因为它是仓来，楼上会有搬货的声音，出面会有直车，会突然间有些声音，对它来说是学习过程。当然啦，又怎会每个同事都喜欢狗啊？唐狗其实怕的，觉得很恶劣的是感觉是。但现在就改观了，是原来是温顺，气氛工作环境是开心了的。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，因为它都是在那个位置，即不会说走来我们这里，我们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。原来除了狗，这里的同事还可以带仔女上班的。有时同事带了小朋友回来，或者带了只狗回来，反而他我都不用担心家了，在我们 management 角度反而增加了个工作效率的。即是他知道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有这样的弹性，反而他更加珍惜份工作。